刚又到了即便会的时间了。是，学校 school 是一个吸收知识啊，培养团体生活的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呢，今天我们现场这两组，神经病组织啊，他们在校园会闹出什么事情呢？嗯，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呢，主题就是不要抢校园疯人榜顶尖人物，就是我啦！天哪！首先介绍左手边这个队伍，不要脸，还有英文啊。是的，不乱搞就活不下去的 Yellow Mamba 啊，更正一下，曼巴 ，Yellow Mamba， 曼巴是响尾蛇的意思。哇，不是 Cobra 是吗？响尾蛇不是 Cobra， 曼巴是那个响尾蛇的图案。曼巴，曼波蛇，对，打篮球那个 Kobe Bryant， 他可以曼巴 ，Greg 曼，是是，那可以对呼了吗？可以。还讲解，不要人家纠正你英文叫恼羞成怒。对，去准同学，我最新小老师第一名，我们是 Yellow Mamba， 厉害，厉害，耶！哎，你一堆故事，看得出来这几个在学校是疯子。对啊，是。他们说我们普通，除非他们 ending 都跟我们不一样。对啊，是啊。重点在 ending。右手边不得了，原住民代表，失控是他们人生的座右铭。哦啊 ，1, 2, 1, 2, 3, 4。老师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老师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师母还要用，老师不要用，老师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就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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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用那下一趴了吧？没有没有，下一趴了吧？烂透！里面有一种，里面你们组织里面有个穿黄色的，歌唱到一半就忘记了。对，这个叫混。不是，他们就一直要用这种，我很想笑。大家都很忙，这个练团的时间少。我懂，我懂。OK， 我们看过很多的校园电影啊，那里面成了很多剧情啊，真是疯狂。啊，那种夸张的情形到底是不是发生在真实故事中呢？哎呦，我相信一定有，好不好？所以我们第一回合要辩论的是什么呢？二整同学，我才是第一把交椅，请回答。通常我们都买在学校被人家二整，因为我穿这件衣服很不自在，很像那个洗车机，有没有？我以为你有胸毛，长两条。OK， 来，时间到。首先，先看原住民队，秀琴垂涎三尺，你有没有那么正？好，爽什么？同学，口水记得要擦。是啊，哎，你是以前穿比基尼上学的？不是。那为什么要垂涎三尺？垂涎三尺有神明啊。不是，我们就是在学校睡午觉的时候啊，根本就不计形象，对不对？管你是俊男美女，啊，我们睡觉是不是就睡死了？起来都是那个脸会有印子啊，口水一堆什么的。那我们班上呢，就有一个女生很顾人怨，长得又漂亮，是，我们你知道很穷酸，然后就很就野孩子，野孩子。对，我们就野孩子，就跟他好像比不上，想说一定要抓他把柄一次。对，我们就跟几个男同学就要恶整他这样，因为他很爱打小报告。是啊，永远送人同学就对，就会有这种同学，你知道吗？对，就不会跟我们打成一片的那种，就很讨厌。对，后来我们就几个就在想说，他不可能哦，都不会睡觉，因为他睡觉都这样，每每都这样。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睡，对不对？从一个姿势到底，这样到下课，我们就在等那个同学，每天都在等他有没有午睡。然后有一天他真的睡着了，我们就牺牲我们的睡眠，就等到他，他就睡着，他手就放松，然后脸就朝到外面去，终于到了，终于对。然后我们就派一个同学呢，就在他手上倒了透明胶水，哎呦，在他的手上就是很像口水这样。天哪！对，然后就下课了嘛，当当当当，然后我们就假装睡觉这样，然
然后他就这样马上就跟平常一样，他想说他怎么会睡着这样，然后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哦，手上怎么会有湿湿黏黏的东西这样，然后他就这样看看一下旁边有没有人，后来呢他就在四下无人没有人注意他的情况下，他就他就把它吸了。天哪！刚吃的那第一口呢，一定是辣的不好。那只有狗才会这样。狗也不会吃。狗在家里面乱大便，怕主人打它，就自己把大便吃掉了。然后他就大叫，就哭，然后我们全班都在笑他这样。哎呦，他马上就冲去这样。就去报告，报告老师，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转学，转学，转班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当然是被处罚了。当然。对，因为我们就整到他。对，哇塞，你们这个也太狠了吧！本来要用三秒胶的啦。你疯了！吓一跳，永远黏黏住了。讲讲，对，老师，太过了。OK。对。七匹狼，你什么东西？七匹狼。七匹狼。顶了的啊，这个七匹黑熊吧，王爵，王爵，王什么爵 ？OK， 七匹狼帮你打击灵牙棒啊！哇，这句话，这个应该是原住民的文法哈。这是什么？帮你打击灵牙蛋什么意思？不是有那个同学的那个成绩很差的有没有？我们会帮他辅导。哦，辅导的方式就比较特别啦。什么方法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国中的时候，升国一的时候嘛。哎，我那时候国一还拿模范生。是哦，什么？国一模范生拿模范生，你需要只有一个人的。多了。因为当时哥哥有没有？已经在那个学校已经帮你奠定好一个打过天下，有位置，有位置。对对对，有位置，就是等于是你来就是接那个棒。是是是。哇，一帆风顺。哎，你是不是那个啊？对对对，好，请坐，请坐。你讲的好像在叫小姐，你是那个？没有啦，我叫小姐。哪有？会都是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然后慢慢成长这样，到国三的时候，哎，就开始无聊啦。嗯，无聊。国三为什么要教无聊？无聊到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没有要去照顾学弟妹那样。哦，今天又是体育课啦。嗯，然后就叫同学那个学弟妹过来，你们今天打摔跤二打二。我们还有评审哦，是啊，哦，你刚刚那一拳打得不好，那个是要这样的，然后他这样整完一些同学，然后还有一些学弟哦，然后第三节肚子饿了，肚子饿，蒸饭箱以前是蒸饭箱在最后面，是，就开始打开了，然后啊那个便当我们上面都有贴名字嘛，嗯，他上次断考不好，打开他的便当，难怪会考零分，就开始给他吃啦，然后打开。这不是小胖的便当吗？嗯，他那么胖，就是这个鸡腿害的，把他处理掉了。然后我们吃完放回去哦，然后等中午就等他们打开，剩下的鸡腿呢？对，然后剩骨头啊，过分烦呢。然后他们会打开嘛，中午会打开，我们会在旁边等。对，哎，你开啊，你开啊，我们还在旁边等哦。他开哦，哈哈哈，你的鸡腿瘦了，什么瘦了？这没吃哎，我告诉你是谁吃的，你知道吗？是。哦，你为什么要吃我鸡腿？不用，还勇于承认，怎么可能？不是，我是关心你的健康。那个鸡腿油炸的不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那我那么瘦呢？是不是我帮你处理掉？是。然后啊，旁边那个同学也尖叫了啊！我的卤蛋就是他。你上次断考数学几分？没有分，那是不是零分？蛋吃太多了，你管人家，他吃太多蛋了，然后我们就把他处理掉。可是我们七匹狼有七个，七个对，我们鸡腿跟卤蛋怎么会吃得饱？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关心学弟妹的健康。学弟妹都吃，当然呢，二年级、一年级要去看一下。你们是七匹猪吧？太高了，吃那么多，吃到二年级、一年级，然后七匹猪。国三没有带过一次便当，据说哦。我们之后那些学弟妹毕业的啊，哇，每个都是什么体保生啊，什么运动健将，你看，都是我们在当时的栽培。撒基努就别把功劳往身上揽了，是人家同学有努力练习，面对这个坏榜样，撒基努会得到报应吗？就连上个厕所他们也能使坏。同学，上厕所记得要带雨伞。一二三啊，咻啊！他停了差不多两秒钟。突然里面哦，有个，哎呦，我的妈！
样吗？是吗？谁呢？讲出来一个啊！之前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游泳的那个有没有？就是当哪个当时的那个小大哥？谁？这边不方便说他的名字。对啊，小的那边小麦，小麦你打麦，小麦，小麦是麦卡文是不是？卡文麦乐鱼啊。后来去当影评人，还不错。OK， 林长，林长讲什么？闹钟，闹钟，闹钟，什么意思？同学，你有时差吗？有。所以你当年读的是国际学校，对不对？他读美国学校。哦，那也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偏乡嘛。偏乡到了一个到了中学就要去住宿了嘛，因为路程不方便，太远，比较远了，对，太远。所以那个时候，对了，像秀琴讲，真的会有一种那样的一个同学，真的，很古人院，我来打报告。是，但是那种同学其实都很优秀，小报告，是，有时候都是被师长肯定的那种的，对对对，特别优秀，模范生那种。对啊，有时候上课都不会迟到的啊，对，而且每次穿戴都整齐，就很自爱，就对了。对对对，他常常喜欢当鹤，你知道吗？就常常都鹤立鸡群，是是当鹤，有人哎，有人前世是鹤，所以他常常不晓得说哦，他住在鸡舍啊，常常说以为他还是在大自然保护区啊，谁要保护他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好了，因为我们周日下午都要回去宿舍，然后礼拜一就要准备去上课这样，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要怎么整他，就想到一个方法要整他了，就因为他其实真的很自爱，他差不多六点就要准，已经准备好打理好要出去，都会第一个进教室。嗯，好，大家就把那个闹钟调到六点半，我们闹钟都会亮六点半，然后大家就开始六点半一来，大家就故意说啊，那个有得穿衣服啊，那个整理书包啊，去刷牙的刷牙，对，就是同寝室了，就故意整他。刷牙的时候好像很紧张，他就被我们的声音吓一跳。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迟到？怎么怎么？他就这样六点半了啊，他就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开始也是赶快穿衣服，然后冲出去看他急急忙忙冲到。要准备到进教室去了，他在教室门口外面等，一直讲说奇怪，七点要七点，应该是要天色要越亮越来越亮才对，会越来越暗。然后呢，然后他就讲说奇怪，我刚才应该是吃早餐的东西，为什么都是吃饭吃面呢？应该是吃晚餐吗？到了那边过来一个那个校工巡视校园，啊，他就说哎。同学，你怎么在这里？为什么还没有去宿舍睡觉？不对啊，我要准备上课啊。他那个校工他说，上课下课了啦，回去睡觉了。今天是晚上7:45呢。哎，那个同学就说，哎，啊，他就想到说他被整了，因为我们那边恭喜那个整那个自己整人整人，对，就被整。他回去的时候，他开始开骂，不整还好，被他一被整后。就跟我们同流合污了啦，同样迟到了，同学跟我们在一起，同样不爱学了，同样不洗澡哈，也不是啦。正所谓司马光打破铁窗，救出孙中山。中谁？你不要乱教，我跟你讲。好，公懂笑话啊。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我相信在这个问题里面，我相信那个。平地的人们，对，应该是非常厉害的。首先我们的神玉林资源丰富啊，资源丰富，资源丰富。神秘组织啊，哇塞，你是纳粹啊？神秘组织啊，说了你就知道，是，请说。说了，不说了也不一定知道。同学，上厕所记得要带雨伞。怎样？你们那边是露天的，野外的吗？是露天的吗？自然的吗？那厕所这个地方很奇怪，我从小就觉得厕所是一个幽闭空间啊，很恐怖。因为小时候我们的厕所都是蹲的嘛，就是粪便坑了。对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边上边想说，这个时候如果地震怎么办？我要不要跑？可是问题是还没大完啊。对啊，或者是如果有人在外面闹我怎么办？对。那有一次真的有人在外面闹我当时的恐惧哈，无法形容啊，因为你不晓得外面的人是谁啊，是鬼还是人，你也不知道。听起来还好。对。后来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人怎么跟稻草一样这么脆弱啊？人就像一根芦苇，芦苇，芦苇，到
底是稻草还是芦苇？都可以啦，跟芦苇一样，植物就好，植物就好。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要救赎世人啊，让他们能够脱离这种恐惧。要怎么脱离这种恐惧呢？就是，好，他在那边会害怕，你就是让他害怕到底。就像有人怕蝴蝶啊，你是把他跟蝴蝶关在一起，关一天以后，他出来之后，那就不会他变蝴蝶。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班另外两个臭味相投的朋友啊，组成一个校园的秘密组织。哎呦，怎么样？这个组织很秘密，就是老师讲穷极无聊啊，跟大家讲说这是不对的，不要学习，然后请大家帮我上字幕啊，不当行为请勿模仿。沈玉林专职。那就是每次下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厕所附近啊，因为厕所离我们教室很近，好，那就埋伏在那里。然后看哪个同学进厕所了。对，那如果是那个人家小号的人哦，小号的人男生很无聊嘛，就偷偷蛇到他后面去，有没有？给他提臀。哎，你知道，你也知道男生摆在那边尿正开心，快锁住，你知道吗？无聊，假的，真是无聊，真无聊。要不然就尿不出来了。对对啊，就他很好玩。有一次我们就锁到一个同学。避冰啊，好，那同学很壮，那长得跟龙翔哥差不多哦。然后我们讲说不管，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嘛。好，我每次偷偷爬到后面去，他在尿哦，哇，又把他锁住，哇，他一转头瞪我们，然后我们就被他吓到嘛，就砰，好，手就挥过来，好，但问题是他一尿被我们锁住啦，他一挥过来我们就放开了嘛，放开之后他瞬间说我尿都喷发出来，有没有追着我们跑哎？跟消防队一样，有没有？跟消防队在救火一样。你在摸的是什么东西？没有，我是消防队的，我是消防队来比喻。管子，水管。消防队之后就是这样弄。是啊，那这是尿尿的部分。最可怕的就是说，如果上大号的时候，危险了。上大，他们如果我们看同学进进大号，那你不能马上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候他就还没开始嘛。你要差不多算一算，五分钟过后，五分钟过后就是他裤子脱了，然后那个开始也在那个排泄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时候会丢小石头，啊，或者丢树叶，啊，这都是小 case 而已。最离谱是因为我们校园附近有牛粪，哎呦，那个牛粪干了以后啊，变成一片的，很像派。我们曾经就把一盘派哦，砰就丢进去。那你可想而知，那厕所不会多大街嘛？那个牛粪派下去，一定是直接从那个蹲着人的头这样子，砰这样打下去。但是有时候多行不义哦，必自毙。就是说，我们后来就得到报应。好，就是这种东西玩多了啊，终于有一天我们就吃到苦头。那时候一下课啊，我们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去厕所埋伏的。我们一个同学好心跑过来跟我说：“哎，快快快，又有一个人上厕所了。”因为哦，你要知道学校那么大，但是每次他遇到有人上大号没那么容易，因为一般女生不在校园里面上大号，所以就被我们逮到了嘛。好，然后就说有人上大号，我们又见猎心喜，那也不知道是谁啦。好，我们就用那个教室那个水桶装满水，好哦，那边一二三啊，咻啊，就往桶里面泼。对。然后停了差不多两秒钟，突然里面哦有一个很浑厚的声音，就不像是同学，就对了。我们一听知道完蛋了，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他们被他叫去骂嘛，训导主任。哎呦，哇塞！哇，一听到花容失色啊，虽然我们是男生啊，但是也是花容失色，就跑。好，没影没面的跑回教室，然后就跟所有的犯罪的人一样哦，就回教室，然后就装作没事这样子。来，然后就开始上课了。哎，奇怪，一分一秒过，可是没人来抓，找不到凶手，就侥幸的心理。没有想到，在我们那个国中啊，史上第一次，那个训导主任用全校的那个广播系统，警告同学，刚刚训导主任在大便的时候是谁？如果你们现在来找我的话，从轻发落；如果硬是不出来的话，麻烦大了。训导主任用很浅白的语言，透过全校广播系统。但那时候我们还犯罪的心理都这样嘛？你好，你来继续来，还讲别人，对吗？那没有人要去自首。后来是训导主任哦，跟刑警在约谈人一样，一个一个一个。
哇他塞他豁出去就对了啦，对，他用心理学，他这一次的羞辱跟耻辱哦，他不报是不行的，也有一个约谈啊，还没约谈到我的时候就已经被抓出来了，因为我们通那个三个秘密组织其中一个忍不住就哭了，就承认了，啊，不应该，这是那个沈玉玲要我们弄的，就承认了，这付出多惨痛的代价，整整一节课不能上课，然后我们是那个课桌椅那个椅子有没有？扛着已经够累了哦，还要半蹲哦，然后再去到主任办公室，这样子一个小时一节课这样。哇塞！哎，那搞到后来回家以后，莫名其妙走路，走脚都会变这样。可是去那主任讲一句话很奥妙，他说他我们处罚完以后，他当然还是一个慈祥的长者，对，就拍拍我们说不要再这样了，嗯啊，你就当我是最后一个，其实我就是无缝。弄完以后。什么鬼啊！弄完你，我就不要再弄别人了。美工刀什么？哎呦，好坏！男人也是要照乱荡走啦！哦，哎呦，我可以翻译一下，整人也是要照乱荡走。对，刚刚听懂，听懂。乱什么乱荡？我先刚刚提出一个刚刚那个厕所大便的事情，是是是，因为最近也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啊。嘿，你还是高中生呢，因为我现在还是就读学校，就是你还在延毕啊，你真的不想当兵啊？哎，呀，我是喜欢就读，不要，不要什么，不要，我喜欢追求学术，因为我觉得被整了，要试着要方法去把他那个就是。把那个气势抢回来，不然你永远都是被整。像最近就是我也是上厕所，对，然后上现在科技发达，他们都会用 iPhone， 你知道吗？用手机这样伸进来帮你拍照，是哦，这边录影这样子。然后就以其人之身坏其人之道，我就是会把它这样直接抢过来，然后直接插在我那个。哇！我的妈！开门摔就走出去 ，make you 赶紧 kill， 就直接用这种，就他们就永远都不会再欺负你。真的，资源比较丰富。乔一出去，哇，他好脏，他真脏，不要跟他玩。好，我讲一下那个，哇，我们整人真的整到就是真的就是已经出师了这样子，就是已经要整就会写那个 rundown， 看要怎么整他一整天这样。然后我们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很讨厌的同学，就说一定要把他整到死这样子。然后我们前一天就爬进教室啊。然后以前不是那种木头桌子嘛，我们就把它踢倒，啊，踢倒就两根那嘛，就刚好踩在两根上面，就直接脱下裤子，直接大便在那个抽屉的里面，掉在那个最里面嘛，然后再把它翻正，它就在最里面。然后隔天早上，这是第一个，他就开始要拿课本的时候，他就手进去，一拿出来就全部大便，你知道吗？然后就而且干掉了。对，而且他们就一定会转头过来瞪我们这样，他就一定知道是我们这样。然后我们就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泡杯热茶给你喝喝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泡喝那个一杯茶。然后那个茶包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都会把那个抓到了壁虎啊或者蟑螂，拿那个图钉钉在那个壁报纸上面嘛，然后它久了就会干掉。然后干掉之后就把它塞在那个茶包里面，然后就泡茶给他喝。然后喝完之后他又，他其实没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喝完的时候他就觉得，OK 这样子。润喉。对，然后就掉了一种。可是我们自己跟他讲说，那就是壁虎这样，他又噗这样子，他就生气了，然后就气到中午。他气势很弱哈。对，他气势很弱。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好了，还是要和好嘛。然后我们就去。请他吃那个养生的香菇，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这香菇怎么来的？他说你先不要问，你就先吃就对了。就他吃这么乖，吃一只还不错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就是以前的学校不是二楼都扫厕所，然后都会把水从那个厕所的把它扫到一楼去嘛，然后一楼就会湿湿的地上。然后就会长出那个尿香菇了嘛？那有的有毒呢，尿菇哦，那个东西营养，我们那时候觉得是营养，是啊。然后就黑干什么尿疗法，就是尿到那个土地上面，那个地就会长出香菇嘛，我就把它拔出去，然后就给它吃。的关系了，然后他就超生气的哦，然后就一直气，然后开始不跟我们讲话了哦。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这已经他到已经紧绷了这样子。然后就后来我们说好，下午的时候就是想办法跟他和好，还要和好？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和好？因为如果你跟他和好，你就再也不能整他了。我现在就是跟他，你知道瓦条那种感觉，手解手解，对，手解手解，他以后还会有机会给你弄这样子。然后后来怎么那么乖？下午你也知道男生嘛，就是如果和好的方式就是抽烟这样，就是大家都走，我们去抽烟这样子。然后就因为我是不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准备就是把他们的烟里面。
加那个刚刚我们商堂课从那个自然科里面偷出那个美袋，你知道吗？有美袋就是一种，就是白袋的一种。不是啦，是吗？他美袋是什么？不是啦，完全你的白袋，乱讲。瞎哦，美袋是美袋，美袋是什么？美袋是以前一个化学的东西，它暴露在常温之下，它就会它就冒那个极度的白光，会亮光，会亮超亮的，然后不用点火就亮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塞在那个烟里面，他就哎呀不要生气，抽烟，然后就一拿去，啪就直接射出超级亮的白光，因为我们在远方哦，我们就哇超亮那种，然后就整个你们是周星驰的电影看太多了，没有真的，然后就整个就，然后就从头上拿出那美光说，我杀死你们，然后就开始追我们，然后追杀，一下就崩溃了。他跟你追我们整个校园这样子，他整个就一整天被我们弄到整个崩溃。这个教育部啊，这个 K 有没有抓的老梗？以前的时候比较没有，然后连拿美工刀杀他们哦，都被他们整，因为要落入他们设下的那个捕兽器。假的，假的，假装跑，假装被他追。对，所以那个到现在还跟我们是好朋友。他真的是好朋友，对，就是都会这样哦、喔。对，都会有一群人，都会有一个是这样被欺负到大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你们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他是啊，然后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他的关系，他人就是156，就是长得高，长得高，然后矮矮的这样。医生讲的，你如果一直恐惧的话，那你那个生长激素被压。是你在讲他是？他就有下，刚刚没有到，你不是在讲我？其实你们三个也都不高啊，我讲真的。只有一个高，其他都矮。OK， 来到哥你就得高啊，你啊。哦，为什么三个高就好了？哎呦，来，整同学过分，但是呢，整老师这种错误的行为，他们也发生了。马上第二回合就是二等市长偏差行为。哎呦，我竟然下得了手，请作答。天哪！还在想。好，时间到，来，乾坤大挪移。哎呦，你给我写注音哦！你会不会？你给我写注音哦！那个移很多话啊，画不进去。位置的啊，乾坤大挪移是什么意思呢？老师，你处罚我们会有报应的。什么报应？我们那时候有国中，那时候历史课不爱上，是，因为打开那些图是丹凤眼嘛，对，又往上掉，你写怎么有人都是画面？对，那什么帽子？怎么那个帽子前面那个窗帘？那个是皇上，对，你就不喜欢。然后可是那个历史老师就硬逼你要记他是谁，嗯，哦，要不然就是那个万里长城啊，从哪里哪里到哪里啊，就这样，就是要记。可是我们永远都记不起来，然后就很讨厌。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刚好又是礼拜三，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半天嘛，可是第一堂课历史课，哇，那个心情就漏掉了，就跟隔壁班约好说，咱们来一个乾坤大挪移好了，两班的学生互换，他们国文课我们历史课，刚好他们也不喜欢国文课，我们不喜欢历史课，对调，两班学生对调，结果历史老师跟国文老师来了。分别进到他们要上的那个教室嘛，就进去，哎，好了，老师进去，哎，这是老师好，哎，那个历史老师快快的，然后他出来，啊，那个国文老师也出来，你，结果发现不对，然后看门牌，哇，中班校班，好，开始你们两班的学生都给我出来，跑操场，跑到下课。林长，林长，我当林长的还整老师哦，师我是什么？老师你要小心你的假发。好坏，老师要变这样了。对，对啊，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老师都不，如果不是我们原住民的老师，就是外省人的老师。对对对，小时候嘛，啊，那外省的老师真的很凶，但是原住民的老师也跟着他们一起凶，不知道在凶什么，真的。好了，要威严。对，我们刚好有一个音乐老师，也是我们的班导了，他很凶，
因为过去的政策好像都是比较打骂哦，对，不打不成，打骂教育，斯巴达教育。然后他教音乐的时候，他很夸张，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很夸张，所以大家很讨厌他，因为他的手又粗，你知道吗？比我还粗。我的很细，别碰我。很粗，然后而且他一定要硬塞三个手指头。塞到我们的嘴巴，还有什么东西？吹肚太肥，吹肚了。因为他说那个练唱要发音要啊，然后要吹，而且他一直一直就嘴巴要张开，对。然后他教的时候，他硬要这样子塞，然后塞，然后我们这边都会很痛嘛。然后一个是什么？音乐课好像那个都要脱臼，你懂吗？面对老师残忍的教学方法，朱淑娟如何反击呢？沈玉玲恶整过了头，连师母也遭殃。因为有时候不是老师接，是师母接的，然后师母就用一种很慈祥的声喂，怎样？怎么那么晚才打来？然后我们就哎，你是一小姐吗？是啊，是啊，我是一小姐。你为什么？哦，他说大家很讨厌这个老师，又很会打。好啦，找到一个机会，他忘了他那个球碰啊，那个嘣那个哈，赖打，他放在桌上。哎，我们就想说，哎，大家说，哎，这个谁啊？他一看是老师的，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师会抽烟。好，他说，哎，怎么办？我们来整他。有一个同学，他很多 idea。也是他几乎都是他出，然后大家就大伙只是说哎在那边就是起哄这样子。他说哎，我们来整老师好不好？他就说，老师要怎么整呢？总不能把学校烧了吧，对不对？说是老师来打啊，总不能说把书烧了吧，对不对？所以他说有一个同学就是刚好就在玩那个老师的打火机，因为很好玩，就嘣嘣嘣的一声。后来他不小心不知道怎么搞，就转到那个火苗会变大的那个开关，对，他说这么大，开起来就这么大，火焰，对，然后我们那个同学那个很多 idea 人说，哎，啊，就用这个好了，被他开到最大这样，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小孩子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其实真的老师还好是没大碍了，不然危险，不幸中的大幸，不然那一次老师真的就回来教室拿他那个打火机，然后好了，下一节就是他的音乐课，我们就想到哇好痛苦，他的音乐课有什么要张开嘴巴，张开嘴巴，然后都要提臀，都要提胸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担心说啊，老师要来了，老师说哎，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哎，老师怎么还没有进来？后来有一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进来了。小朋友啊，这个时候你们老师有一点临时有一点事哈，你们先自习一下。等一下如果老师好了，他自然会进教室。好，我们就很高兴啊，原来我们也不晓得是因为我们整他的关系。后来那个时候就直到下课老师都没有出现了。是。哇，很高兴逃过他的音乐课。后来隔天早上我们都没有再打招呼，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出来那是老师了。哇塞 ！Oh my god！ 老师是这样，因为你对啊，然后我们进教室的时候，我们也以为我们换了老师呢，我们也都不打招呼。他怎么了？你泼汽油烧他了？对，不是。后来有一个我们的同学就出 idea 的那个人，回笼了。哎，老师，他忍不住嘛。不是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吗？老师你怎么了？这样子就是同言同语了。老师你怎么样了？那，哇，不知道怎么搞的。昨天他说昨天下午抽烟，突然那个打火机爆，那这样子火苗整个烧掉他的那个头发，还有只要是眉毛有毛的，整个烧掉他都没了。所以他整个都光光了吗？然后那个头发他也去理光头。他说因为下午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去卫生所擦药抹药，然后就顺便把那个头发都全部理光光，就整个脸都看起来就是光光的这样子。阿弥陀佛。二三，我是女生，哇，你终于承认了，同时背是一首歌。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可以了，可以了。好的，念了你们就知道。是是是是。为什么女生都可以喝养乐多？又怎样？可以喝啊？那怎样呢？你这人又稚嫩。对，如果是很罕见念的，大家还是听不懂的了。是。国小六年级快要毕业了，那我们那个即任老师呢，不晓得是舍不得女同学还是怎么样，
就变得有点哦，性情转变了。上课时间说来叫男同学出去拔草，那就留下女同学。哎呦，那我们那拔草边拔就边很傲嘛，对啊，然后就有人潜伏到那个教室去看那。那老师跟女同学到底在干嘛？哇塞，那个开启同乐会来了，老师不晓得去从哪里要搞得有苹果啦、面包啦、养乐多这样子，哇，然后请女同学那边吃吃喝喝，这么好。那这个老师是有问题吗？怎么会这样？对啊，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想要新生报复，眼看能报复的时间也没几天了啦，每报复一次就少一次了，因为就快要毕业了。那毕业以后，本来这桩恩怨就应该要结束了嘛。对。但是不知是情感的纠葛，还是命运的安排，是是是，亦或是另有隐情。就有一天呢，大家等着升高中嘛，就没事没翻毕业纪念册，那毕业纪念册尾巴，有教师通讯录，就看到这个讨厌的老师的电话，就启发我们一个灵感。我想说，反正呢，因为我们不敢真的去闹他，闹他又万一被他报少年队怎么办？我想说用电话来闹他。从那时候我们就发疯了，就失去天良了。我们都找那种反正要等到升高中、升国中没事干嘛，就都找那种凌晨一点的时候，然后聚到同学，我那同学因为父母在外经商，所以今天家里面没人啊，就到他们家里面，然后就开始拨电话。我那个电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候就是一打去，然后那个对方就在那个睡梦的声音嘛，喂啊，干啥？山东人干啥？干啥？你阿公掉进水沟里面干啥？哎呀，是哎呦，然后最好笑是那个师母啊。他老婆很特别，其实他老婆是很罕见，在电话簿里面你翻开第一页就找到他家电话。我现在可以讲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后来跟老师认错过了。那个师母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哎呦，叫什么叫一枝香啊？会讲，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只是在学校不敢在他面前讲这个事情。现在都毕业了，你知道吗？一样哦，又凌晨一点，因为有时候不是老师接，是师母接的。师母就用一种很慈祥的声音，喂，谁呀？什么事那么晚才打来？然后我们就喂，你是一小姐吗？是啊，是啊，我是一小姐。你为什么要找一只象啊？疯了，谁已经疯了？越演越烈。然后那个时候综艺节目啊，最夯的一个节目是傅达人傅大哥主持的，这个节目叫做《大家乐》。大家乐是台湾综艺史上第一个call out给观众的，打电话出去，然后观众跟主持人互动，如果答对题目的话，都是一些益智题目嘛，就可以得到一些奖品，这样子，奖品五花八门。好，我想说，又得到灵感了，也是半夜一点，事实上半夜一点怎么会有综艺节目打电话给人家？但是人家睡梦中会搞不清楚，我们也是打去哦，然后我们是那个大家乐节目，那老师说，人真的有贪念，你知道吗？那个睡梦中还是啥？干啥？然后就问他，真的问他问题，请问周游列国，人称至圣先知是孔子还是孔古力？孔子，真的跟你回答起来了。他没有想到说凌晨一点，我怎么会有节目在直播？然后你在问他说，那个打破水缸救出朋友的是一司马光，二司马玉娇，司马广，恭喜你获胜大肠狗一条，乖。你这样搞了几年？整整一直就好几个月啦，一直到我们那个升国中为止啊。最高中一直等到少年队来敲门的。没有，后来是这个老师因为不堪其扰了，因为就是常常那多可怕，真的是跟半夜鬼来电一样。每次只要因为乡下人都十点钟就睡觉了，那所以一点钟的时候，他每次就醒来看到12:50了。没人做，因为快要接近一点了嘛，然后一点钟亮出来了，要不要接？万一真的是急事，万一真的是阿公打来怎么办？还是要接，这次应该不会再被闹了吧？而且，结果，那我们念课文给他听。对，他真的够坏。然后后来是他大概知道了，因为声音听久了也知道，然后打电话给我那个父母经常经商的那个同学，找到他们家长。很委婉，那时候毕业以后老师比较怕我们了，对，委婉的劝我们说，都念国中了，好好念书哈，不要搞这个了。对，你们应该也有打电话给老师过，没有，小朋友不要学啊，Kid，Windows 干什么？哎呦，你好流行哦。
就是不让你进来上课。为什么？哦，就以前我们讨厌那个一个数学老师，然后他又怕，然后他就是每次上课都很严格，然后就是他把我们当作是每个资优生在那边教。哎呦，但其实我们有些就是会比较落后嘛，所以就是没办法跟上他的进度，所以他就会很严厉的，就是也是拿板子这样打我们，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一定要整他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时候我们教室是前后门，然后那个锁是只能用钥匙锁的，然后没有那个弹起来的东西。然后我就跟，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全班的人都说要配合我这样，我就只要吹一个哨子一个动作这样，我就一吹他们就要去锁门，然后一吹他们就要进行下一个动作这样，然后我们就都开始演练好了，然后就哎老师就要来了这样，然后就哔，然后就前后门就两个学生去把门锁住，然后老师就哎就开不了这样子，然后就哔，然后就每个人把那个窗户锁住，因为老师要从那个窗户爬上来，然后老师就是那种他也不会去回去教官室或是回去导师室去告诉教官那种，他就是要硬来这样子，他就从皮包拿出那个电话卡。他们叫弄，然后打开这样，老师就还默默的锁匠，对，打不开，还默默的收起来，然后想说要爬窗户，可是我们也锁住了嘛。然后以前我们开窗户用那个这样，慢慢这样子转，想要把那个弄起来这样。老师，然后我们就一那个同学就手就直接靠在那个窗户那边，就不让他用这样，然后就。你们老师也很无聊啊。对，他就想要动门硬来这样。马盖先了，然后他就。哎，要爬那个气密窗，你知道吗？上面还有个气密窗。天哪，那个气窗很高，那个教室气窗超高，因为来真的了。然后就这样，哎，要先跳一下，然后撑上去，然后脚要跨过去，然后，我们想说，哔，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把那个全部桌子全部往前移，你知道吗？全部的，就是挤到那个黑板的那个下面都没有完全没有缝这样。老师就很累，就跳下来了，然后就看到，因为他没有他讲台都被我们的桌子占满了嘛，他就默默的这样。走上我们的桌子，然后那黑板就在这边的嘛，开始在写，然后开始在写，开始在教，就是他就是完全也不跟你发脾气，然后也不生气，就跟你拼了，他就故意这样子，就跟你耍，就是要你要来玩，我也跟你玩到底这样。然后我就好，我就说，哎，撞地震，然后我就闭，然后我就开门，然后咚，老师要走下来，好像。抱住头，然后各位同学抱住头，跟我们演呢，就跟我们演起来哎，然后我就会变成说我们拿他没辙，然后就不好玩，然后就又回归，就上课上课，他这招超高招，这个老师厉害，对啊，他就也不生气，他可以就玩到底这样，对，就还蛮厉害的，哦，这个好厉害，对，一次你们就不玩了嘛，就无聊啦，觉得老师不好玩，超无聊，对 ，OK， 噔噔噔是什么？噔噔噔，不要给我乱写哦。我的吗？老师，我们要把你训练成汤姆克鲁斯。任务跟噔噔噔噔噔是什么关系？啊，没有，噔噔噔是要先唱一段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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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头发长长的啊，然后对待学生也都是就是温文儒雅这样子。对，那他有一阵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打那个中国结嘛，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很像玉米的怪东西这样，所以每一个人很像玉米的怪东西，人家中国结跟你讲成这样。对，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要从家里面带好几球那个中国结的那个绳子，都一球一球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发起。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课桌椅跟那个教室的门窗全部都用那个中国结这样子绑成那个蜘蛛丝，然后我们整间教室变成一个蜘蛛洞，对，就是把那个一个结放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对，然后开始一直走，一直乱绕乱缠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那个蜘蛛洞里面都坐得好好，等他来上课这样，对，那个老师来的时候，他就因为他都也是穿裙子，他就先撩起他的裙子，然后就开始要从那个每一条那个绳子之间的缝隙那边钻，然后他也不好意思骂，然后他就是在那边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像是那个就是电影里面演那个不可能任务里面那个眷女特务。然后那个老师后来就还蛮聪明，就直接把那个用剪刀把那个线剪掉嘛。然后我们把下一堂课想说要变用弹性的线，如果说他就剪的话，就是又被弹到自己。你们非要置他于死地就对了，我就想说还蛮好玩的这样。OK，
OK， 好，今天跟各位讲了错误的示范，很多错误示范啊，那个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呢，上学你们可以调皮，但是不能使坏，对，就有的时候自己玩一玩没有问题，因为你们年轻嘛，就是犯贱，我们也知道，但是呢，就是说不要做那种恶劣坏的事情，这就不对，好不好？那记得老师他没有欠你，那他在教导你，他是他的责任啊，跟他的义务，但是他并没有欠你，所以呢，不要去跟老师作对，因为老师教你是一个很大的功德，他不教你的话，我跟你讲，将来出社会你就知道，就永远是那个失败的那一群，好不好？好，大家把书好好念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被诅咒的娃娃无法摆脱。确定要这个娃娃吗？他说这个娃娃里面有不同的邪灵诅咒，哇，就跟他怎么烧怎么烧怎么烧都是烧不掉。但你看这头发为什么没有？他拿起来就把它往外丢。